要的是你们心爱的琴姐已经被我扣进密室了。什么？你绑架了琴姐？你都回来，快把琴姐放了！想让本大爷把琴姐放了？慢慢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们猜出本大爷是谁。好啊，只要我们猜出你是谁，你就要骂我琴姐。没问题。看这魔魄，好像只有一个角。戴拿奥特曼、奈克赛斯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，哎，他的头上就只有一个角。杰克奥特曼，我这有个初代，也是一个角的。那你们快问问这黑影是不是杰克和初代的？好，喂，杰克和初代是你吗？你们也太笨了，本大爷怎么可能是杰克和初代啊？啊，不是杰克跟初代，那这黑影到底是哪个？别急，你们注意看。他的这只眼睛是红色的，也就是红眼睛，头上一个角的奥特曼，没错。哦，那我知道是谁了，德凯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、戈尔赞、德凯奥特曼、阿伯拉斯，哎，混沌奥特曼。你们看，混沌奥特曼就是头上一个角，还有红色的眼睛。我猜黑影肯定就是他了。干得不错，玲玲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问问黑影吧。好，那个。混沌奥特曼是你吗？这不是本大爷啊！这不是你，那这黑影到底是谁啊？是呀，红眼睛，头上一个角，特征都符合呀。我倒是想到，有个奥特曼都符合这些特征，说不定就是他。梦比优斯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多利、乌因达姆，哎，就是他。贝利亚奥特曼，他也是头上一个角，红色的眼睛。那这么看来，就是贝利亚了。我先问问，到底是不是他？黑爷，贝利亚是不是你？他也不是本大爷。什么？也不是你？是啊，不过本大爷借用过贝利亚的力量。借用过贝利亚的力量？哎，不对，你们看他的能量灯，这能量灯虽然只显示出一半，但应该是个字母。可是谁的能量灯是字母啊？是啊，况且这是个什么字母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你们别急嘛，仔细想想，头上一个角，眼睛是红色的，能量灯是字母。借用过贝利亚力量的奥特曼都有谁？这根本猜不到是哪个奥特曼呀！我知道了，知道什么啦？是哪个奥特曼？哎呀，都不是！我认为是黑黑影不想跟我琪琪，所以打死不承认自己是贝利亚，在这里逗我们好玩呢。哎，本大爷可真没耍你们啊！说的对，玲玲，肯定就是你在耍我们。哎呀，真的没有耍你们，肯定就是贝利亚。我不是，我真不是。